吃饭了，红烧猪蹄、虎皮青椒，还有辣椒皮蛋、香辣梅豆腐。我这个梅豆腐放的时间特别久，软糯软糯的，好好吃，好香。变得好软好软，好好吃啊。好吃啊。披萨，好吃。
还有一个红烧豆腐，来个包装。好开胃啊。贵，好香啊。炸火豆腐。辣猪蹄，然后
和这个干豆角一起烧的啊。那猪蹄现在太小块哦。自己的啊，干豆角，猪蹄炖黄豆，炖干豆角多好吃。那猪蹄好有嚼劲啊。